胜一败的成绩，投了24又三分之二局，被打了27支的安打，没有挨全垒打，17次的三振，7次。那张之佳目前是3连胜的投手。练球季张之佳有对统一狮队一场的比赛，投了7局只被打了4支的安打。这个球打爆多，3场都攻下10分以上，他自己投的也不差了。下一棒是打击王潘武雄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杨宗贤遭到了3振，形成一出局。这个配潘武雄啊，现在也是四哥男的传说啊，都是在40以上，是25场。如果要维系这4成啊，确实不容易。身体的状况啊，要维系的状况打以上。这一棒打得扎实，右外野方向落地的安打了。哦，这个每一场比赛结算回去睡觉，会发现自己四哥难，差不多5打数两安打就40嘛。哦，那如果4个打数的话，也至少要2支安打嘛。如果就1支，就只有2成5啊。哦。我这个滑球稍微偏高了一点，然后拐进来的距离哈不够，如果能够再往身体的位置再进来一点，这个球就容易被挤压到。哇，他可以潘武雄这局安打使得他是连续10场比赛有安打了，连续11场比赛上垒。打球轮到的是第三棒阿罗陈连红，打球率3.65，排名第7名，2支全垒打，28分的打点，打点数排名联盟第2，仅次于林志胜。旋转的速度跟他的传球动作哈，非常的顺。好，这个球潘武雄还是给人家盗垒成功了。去年陈峰明一整年还有3.33的盗垒阻杀率，这个球也蛮明显的没有传的。这加球数落后，这个球他有14支的全垒打，然后65分打点，所以这个变成他一个很好的追寻目标。下一棒是第4棒的高国庆，激励奖金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要达成呢、啊。哇，结果出现了4坏球保送，一打有9分的打点。高国庆得点圈有跑者，今年球季打击率是2.80，得点圈有跑者的上垒率是3.67，就是有时候得点圈有跑者也是会获得保送。对，打击率是2.80，上垒，那他上一次面对狮队投了7局也只有13分。4个打者哦，第一棒跟第二棒，还有现在掉2分，也有可能是先发2局就掉个6分的，往往是比较容易形成坏球。高国庆今年是3个打数零安打，这个球结果是直接被游击手给接杀，二垒的跑者潘武雄来不及回去，这是一个 double play 双杀守卫。一局的下半，统一狮队没有得到分数，一局打完，双方0-0。对，郭代奇这个球打高了，打到的是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黄龙毅在那边把这个飞球接杀，送有20次。哇，那他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比例，不是要30几次出成球？没有，杨森今年真的超多4坏球保送。对，怎么这么多人来丢我？对，站的位置还不断的靠近。本你不小心呢，忽然间就被他拉出去。有几个球了哈，他还在试探的这些打者。结果是坏球，而且捕手还没有接到的打点。2+1，2场比赛贡献3分打点。4场都有获得4坏球保送。哇，生日前一天的先发，贼棒出手，打成了界外。一垒跑者走了。这个球扫出去，结果是在中右外野方向球落地，形成安打。一垒上先起跑的杨森，现在抵达了3垒。被超为中外野靠近右外野的方向，也是2+1，贡献3分打点。这个，这个球敲起来，二垒手后退，右外野手向前，二垒手接到，3垒的跑者是一开始就离垒了。对，打球轮到第9棒的杨东义，
张志佳之间的默契大概还不是很好，或者哦鼻子在喊的声音鼻子不了。二垒手往后退接球的时候，瞬间他回去踩三垒，就是回去踩三垒垒啊，因为林志胜刚接到一定的准度可能会不理想，然后再来速度。判判坏球，变成良好两坏。所以你塞在外角，正合他的意思。纽约是的良好三坏，结果换一棒落空。杨东一遭到了三振，二局的下半，同一师队留下一三垒的残垒也没有得分，双方零比零。哦，陈金峰来打了双杀打，对，那个游击滚地球好像打到了棒子，发起反攻的牌子了，零比一，一分落后。杨松贤的打击面对张志佳，这个主炮真的压力都蛮大，那是一定的。结果他是，对，棒球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用想的，又飞过来，张志佳结果投出了四坏球保送。盗垒成功了，联盟记录是陈瑞正呢，连二十一次盗垒成功。等一下，已经连二十五场，从开幕战起，哦，出现了四坏球保送。好，到统一师队之后，第一次啊，雄狮所表达同意这个买卖哦，是值回票价。嗯，积极一点还是要人家要买你的。良好球没有坏球，陈连红还是积极的出手。对啊，哦，人家先买的哦，先投资的，当然你就要更高的价钱去买。哇，张志佳投出了关键的三振了哦，连陈连红都被引诱出棒。对，变速球你如果选不好，你就很难打。嗯，二垒跑垒员喽，杨松贤观念应该是精透，所以打出平位。哦，他就好好玩一下啊。外角的，直球，裁判还是判坏球。这个配球很有水准。没有其他球队一些来的大，但是这群人竟然组合起来之后，威力十足。所以啊，杨松贤真要经验哦。这一刻，你看他的跑垒的判断就很快了。此刻不跑了哈，机会就没有了。对，那陈丰明这个球真的还差点爆传了。对，急得要传球，动作不够顺畅。不过石志伟弥补了这个危险性，对，因为离开三垒垒包是正确的，而且都会回来得分了。刚刚叫击爆头，那这个球游击手接到，三垒跑者已经是跑回来得分了。高国庆有一分打点，二垒的跑者则是没有动。的冲，如果他冲的话，他就死在三垒。他打点数是真的少了一些。打球轮到郭代奇，两出局，二垒有跑者，双平成一好一坏。这个球出了界外，在一层。余生总教练就提到了，这些选手的自发性非常的好。休假期间呢，他们会自己去找教练或是做一些补强的练习。一垒界外区的飞球遭到了接杀。